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阿拉。好，这次来玩调香师皮肤是今夜不在，对，是金皮，好看的吧？对，虽然说《魔念莫虚孽之梦》呢，非常的华丽也好看呐，但是它真的是太贵了。对，上次有集资的影片嘛，然后就没达到标准，所以就全部抽给各位观众了。对，全部抽走，还加码十组，所以我觉得这样还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我觉得真的。这个真的要抽到的话，要花10000多块，真的是太夸张了啦！我是这样觉得，而且它又是一个好看的皮肤而已，你要说什么实质的效用也没有。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也许会出其他的虚妄皮肤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之前抽的那《魔念莫虚孽之梦》了，可能就又没那么厉害了。对，大家觉得说也还好了，所以就是你知道了，这种东西是会贬值的，不会增值，会贬值。好 ，OK， 遇到这个安。在我开宝箱的时候呢，就来了，然后回溯了一下，然后跟他溜一下哦，来哟，没回到哦。跟安玩的话呢是非常难的，因为他的猫真的很讨厌，而且要抓到人是哎、欸、还好闪掉了，哦吓死我了，可以吗？好，他没打到我，但是我紧张了一下，喷了一下香水，我真胆小。好来喽，哎、欸、等一下，喷的时机错误。应该是进去再喷。哦，天啊，刚刚这个失误真是蛮严重的。哎、欸，马上就有人来治愈我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可以哦。不过技师想帮我摸，但是似乎这个角度摸不了。然后园丁，好吧，让园丁摸就好了。好，现在是这样子啦，这样算是顺利逃脱了啦。对，及时来拯救也还不错。对，虽然说我之前拍过一集，很早拍过一集调香师的怎么在通道回溯嘛，进喷进哀回。就是进去通道之后呢，喷香水，然后再进去通道，然后再按一下之后呢，再直接按回溯就可以了，就完全无伤。然后呢，远距离移动，这个是非常漂亮、非常完美的。对，那刚刚是操作就哇哇，我这么受欢迎哦，三个在摸我哎、欸，好 ，OK， 全部摸回来了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团结，这局还不错哦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哎，阵容还没介绍，但是很可惜。还没介绍这种医生就先飞掉了，好吧？这种介绍一下医生飞掉那个，然后调香师、园丁、技师、咒术、机械师、舞女，还有个小女孩。好，买个东西，来买个加速剂，然后手电筒。我不知道你们最近很爱用手电筒，我觉得手电筒其实真是实用性蛮高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这手电筒很大只哎、欸、啊！我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大只的，因为是什么什么海盗望远者的皮肤吗？慈善家的这个皮肤，所以他手电筒就是这么大只，是航海用的，所以就真的很大只，非常的值回票价的感觉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看到另一个监管是小丑，小丑跟安呢、欸？哇，我技能被封印了、欸，直接封我的技能呢、欸，这还行。好，我走了，我走。哎、欸，卡到树，卡到树，卡到树，卡太久了吧？哎、欸，又卡到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来破一只台，破、欸、一晚了。好，刚刚走了猫。猫又要来了，猫又要来了，安德猫又要来了，分身闪掉。哎、欸，其实，好吧，如果是近距离的话，基本上猫很难闪了、啊，但是也要看操纵的人了、啊。基本上我放出去的猫应该是很难闪掉的，对，因为角度都算得刚刚好，居多啦。好了 ，OK， 我们现在破机剩下四台，然后飞了个医生而已，周老师受伤，机械师也受伤。好，先跟机师先破译 ，OK， 要全神贯注的破译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炸机不得了啊，回退3倍，所以要努力、认真、小心、谨慎。好，周老师过来了。好，小女孩放了，哎、欸，小女孩附身在周老师身上吗？好像是的样子。哎、欸，怎么突然间追我？不合理，有点不合理。为什么会追我？好。他应该想说随便捞个人吧，想不到捞错人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有钱又可以买东西了。刚刚被弄那么一下，我的香水都喷完了。好 ，OK， 来看一下买什么嘞？买个枪好了啦。情急之下可以救人，前提是情急之下。我是不是又要人、啊、又被针对了？又来又来，小丑来了。好 ，OK， 来吧，来吧，反正刚好也买完了。来玩了，来玩了，来跟我玩了，来玩耍。好，他在等蓄力。哎，没有，走掉了。也太早放哎，这装零件是不是？哎，在买东西是不是？照一下，嗨嗨，在这里啊！好，赶快走，有点挑衅呢。成功挑衅到了吗？完全成功挑衅到了。好，来喽，来喽，上楼梯，溜下去。等一下，假动作。哎，他整个就是不上来吗？还以为我会滑下去吗？没有好吗？
我在看你动向哎、欸，赶快下去。好，可以盖个板。哎、欸，嗨，好，先走了。好，踩板之后转点进去里面，然后这边我觉得这边非常好，六个这边有个死角，对，超大死角，所以可以利用这个骑着遮掩直接过去。对，你看是不是就跑掉了？有跑掉吗？没有，他绕回来了。好，打不到一下，没办法，这下一定要挨的。然后有板区，所以可以继续跟他玩，来吧，看你要跟我玩多久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很亏，这玩太久了啦。好，持续针对我的感觉，他好像发现咒术师在那里了。好，踩板，照个手电筒，可以了吧？照到了吧？太棒了，转点，走。手电筒还蛮适合转点的、欸，踩板之后转点。这架手电筒呢，能够僵持时间久一点。哎呦，又下来了，糟糕，要冲，要冲，要冲了。要冲了，没冲到，溜滑梯当个算障碍物吗？算障碍物，但溜滑梯是个很薄的障碍物，弄不好就很容易被打到。好 ，OK， 来再，哎呦，兴奋是不是？好，没打到我，还好，吓一跳。来、啊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开枪！好，枪挡了一下冲刺，还有办法，还有办法再溜，我还有手电筒，来，继续。不过这个没有云霄飞车，有点亏。如果有的话就好了，就可以直接走掉了。但是没办法，放过去。好 ，OK， 有点危险，又要冲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又会冲一次？哎、欸，好，冲一次，浪费掉一次了。OK， 可以继续转，继续转，跟他绕圈圈。我一直在旋转你，你知道吗？照一下，照一下。哎、欸，没技能，没技能，封技能，封技能。哎、欸，不过他现在技能完了之后，应该会直接再冲过来一次。继续封技能，封技能，封不了技能我就完蛋了。封技能，封不了技能，没有办法啦。这是谁？又来帮我的吧？可是只是被发现而已，因为他头上有乌鸦，会不会太久了？好，这么个板，可以跟他再绕一下。一点危险，哦，差一点。哎、欸，完蛋啦！真的没办法了。好，江郎才尽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倒地之后要被抓起来才解掉最后一台机？为什么？谁能告诉我为什么？好，算了，我们继续挣扎好了，尽量能挣扎就挣扎。好 ，OK， 算是功成身退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希望被救哎、欸，其实我还蛮希望被救的、欸，有没有人救我、啊？好，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在遛鬼，没有注意到动向怎么样、啊、然后机械师呢，很遗憾的飞掉了，然后呢，跟医生一起去。对，去另外一个快乐美好的世界大概吧。然后我现在可能也要去快乐美好的世界，如果没有来救我的话。但是好像有一个人来救，是不是？那是谁啊？哎，有过来吗？哎，很多人其实要过来，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，真的。好，可以，太棒了，我至少还有保命的东西，手电筒可以用。但是对小丑似乎用处没有到很大，没有板区的辅助的话呢，小丑其实蛮克制手电筒的，说实在的。好 ，OK， 来个球好了。然后再来个，再来个，是不是有人要来了？怀表，好，是安吗？哎，不是，是小丑。好，来啦，来呀，跑掉，头也不回。好，他刚用技能了，他刚冲刺用掉了，所以他现在没有要追我的意思了。好 ，OK， 那现在顺利跑掉了，但是我现在血量非常的感人，就是剩下最后一滴，再打一下我就倒了。哎，刚看到箭头，安又过来了，我只能用海神怀表对付你了。好，冲了，拜拜！海神怀表加冲刺，有一秒钟的残影。如果再摇第二次的话，就两秒钟的残影，对，两秒钟的延迟，对，它是累个两秒的概念。好，似乎没有追上来了，太棒了！我也希望他不要追上来，因为追上来我也蛮无助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，现在再可以再买个道具，但是又有心跳声，怎么回事？又有心跳声，我想我只能走了。哎，不过，好好吧，等一下，已经走个咒术师了，然后地窖开了，是不是？地窖开了，哎，所以，好，我还是回去先把自己的血补满再说好了。我觉得补血很重要，毕竟能够补满的话，能够撑很久。好，一到整的时间也差不多快结束了，所以呢，可以完美走出去的，或是跳地窖的，就只有在补血的这种可能性才有可能。好 ，OK， 要不然他的猫，暗的猫很恐怖，加上小丑冲刺也很恐怖。好，可以的，买的非常干，剩310块钱。这个箱子要拿吗？不要，干嘛拿？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先来角落治愈一下好了。
OK， 这雨中取的雨伞还蛮配今夜不在这个皮肤贵妇的气质，只不过这雨伞如果是白色的话就更完美了。好，但是不要想那么多，它只是这个针筒而已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看到了祭司跟宙斯两个都走掉了，然后调香师被通气，不就是我被通气吗？是我被通气耶，那么就看到我在这边治愈了，啊，没差了，给你看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走啦，要走大门还是走地窖嘞？其实都可以啦，不过现在园丁又被抓了，现在已经飞掉了。哎，小女孩如果再飞的话，就飞到三个了。那园丁现在要倒地了，所以园丁如果上椅子的话，哎，我要去救园丁吗？还是要平局？好尴尬哦，弄不好就会输哎，弄得好会赢，弄不好会输哎，还是平局？平局好了，我们和平一点好不好？毕竟两个监管在手，我实在没什么自信哎，自信不大，而且那边大马好像也没开，所以就算能够顺利的救掉之后，也未必能够顺利逃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保个底好了啦。好，等一下，容我想一想，我先开个大门。可以开吗？剩一点就开了开了。好，我决定先过去看一下，这两个监管都在守吗？传送走了是不是？有机会。传送到哪里？现在这个小手在守而已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安来了！好，安看到我了。不过好像也……好，算了，我要走了，不行了，我回去了。我觉得这样下去的话，应该救不了。好，对不起，园丁，我觉得要保平会比较好，因为我没有救到的话，应该也会输。我们救的话会输，其他人会恨我吧？好，应该是会恨我，没错，所以我要走了。如果监管不是安的话，我可能会去救吧。对，那监管是安的话，很难去救，很容易震折，就像猫一样电格，太恐怖了，真的。好，所以保守一点，走了，拜拜。好，下班。